香肠派对很疯狂，吃鸡还干水木清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水木清。咱们今天又来到了香肠派对。回首上期节目，咱们是干掉了优选香肠，拿到了圣剑。现在咱们来搜一搜装备，咱的装备还是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把他干掉之后，发现他有海盗钩，那咱们可以利用这个钩子上到这个屋顶上去，就在这儿拿出钩子起飞。好，现在的话我已经到屋顶上了。这里，哇，这哥们装备这么多，哇，厉害了，这哥们太富了。这里还有个敌人，给他干掉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再见兄弟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敌人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好，给他淘汰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敌人，他好像在跳舞。哎呦，这回枪打偏了，没打中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先把这个干掉。来吧小兄弟。好，直接干掉。还有最后一个敌人，就是他躲在了树后。咱们先换个子弹，最后和他来对一波枪。冲呀，干掉他，完美吃鸡都低调。